文组织总干事波格瓦阁下、世佛联主席晚纳媒体先生、各国大使代表、各位宗教领袖、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今年教科文组织的国际和平会议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聚会，我们纪念已故泰国国王普瑞峰阿杜德陛下，怀念他对人类可持续性发展的贡献。我们聆听了古今治国宝典、学术之要的理念与实践经验，我们探讨了多元宗教教育与和谐的密切关系，我们了解了多元宗教教育如何化解冲突、促进和平，以及宗教之间的关系、宗教与环境的关系。我们共同祭祀了世界各族的祖先，这在教科文组织是一项创举。我们聆听了传统文化与水接近的报告，我们聆听了世佛联弘扬佛陀教育与促进世界和平的实践经验。如此多元而丰富的内容，显示本次的国际和平会议在促进世界和平的理论与实践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成果也特别丰硕。在本次会议即将结束之际，我想再次强调宗教教育当中一体的爱重要性，以及在实践当中必须重义轻利，同时基于对因果法则的了解，所以能够做到安分不争。然后我想举出落实宗教教育的案例来证明其可行性。一体的爱，诚如我之前所说的，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是人类不可或缺的普世教育。实际各宗教的核心都是仁慈博爱，而仁慈博爱的根源是因为大家是一体的，如同身体的五脏六腑与四肢百合一样，当牙齿咬到了舌头，舌头不会去报复，因为它们是一体的。当左手受伤了，右手自然会去抚慰左手，不需要任何理由，因为它们是一体的。同样的道理，了解到无量的众生跟我们自己是一体时，我们的慈悲就是没有条件的能够平等的爱护一切众生，这就是真心。当真心流露出来时，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些心得就自然现前。在各宗教的典籍里都有
类似这样的记载，看到有人遭遇苦难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体会对方的痛苦而成出人数，所谓人机其机，人力己力，这种恻隐之心是人性当中本来具有的，这就是所谓的良心、真心，也就是一体的爱，也就是神性。像这种良心发扬光大，人人都成为圣贤君子。但是人民的良心容易受到物质欲望所蒙蔽，而变得自私自利，做出损人利己的行为，所以就需要宗教教育来教化人心。宗教教育的内容包括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和圣贤教育，而宗教教育的终极目的就是使人回归到本性本善的良心，回归到一体的爱，回归到神性，那时人就与神合而为一，就是圣贤，就生活在纯净善的天堂当中。忠义、情理、回归一体的爱，在实践方面必须做到忠义情理。所谓的义，就是正当的行为，乃是依循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圣贤教育去实践的行为。自私自利是当今世界种种问题的根源。中国古代圣哲孟子在2300多年前就已经看清楚了这个问题。有一次孟子去拜见梁惠王，梁惠王问他：“老先生，你从老远的地方来到我的国家，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孟子回答得很好：“王何必谈利益，还有仁义呀。”孟子不愿意谈利益，他说：“上下交真利，而过为义。”如果一个国家从领导人到老百姓都在争夺利益，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了。国家如此，家庭也然。如果家庭中夫妻、父子、兄弟都在互相争利，那么这个家庭就不成为家了。如果人们只重功利，不讲道义，为了满足自私自利，背弃了伦理、道德、因果、圣贤的教育原则，有利可图时就是朋友，利益冲突时就是敌人，有利可图就联手，利益冲突就消灭对方。这样的社会，人民无论贫富都生活在不安痛苦之中，这样的风气真的是祸患无穷。要扭转这种颓势，就必须整心宗教教育，端正世道人心，提倡正义情理，将道义放在第一位，利益放在次要的位置，
人才会清醒，才会深刻了解，遵循伦理道德，人才活得心安理得，遵循因果法则，人才能改造自己的命运，学习圣贤教育，人才能提升自己的灵性，获得永恒的真实快乐。如此落实，人才能恢复良心，恢复一体的爱，恢复神性，难分不争。在前书四种普世教育当中，因果教育特别重要，但恰恰是最受忽视的环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的因果法则是古人普遍接受的一种观念，但是现在人目光短浅，又利欲熏心，急功近利，往往不相信因果报应。然而因果法则是宇宙间运行的自然规律，不会因为人们不相信就不产生作用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只要经历足够长的时间酝酿，善恶报应会分别显现在做善和做恶者的身上，丝毫不爽。举例而言，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是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的，但必须知道获得他们的原因和方法。具备了因，加上了种种适合的助缘配合，才能得到果。这不是强求所能得到的。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这是他们的因果关系。如果能够坚持按照这样去布施，这三种福报都能得到。就财富而言，一个人今生能得多少财富，跟他今生与过去生啊所做的财布施密切相关。所以命运是存在的，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全定，该是你的终究你会得到，不该你得到的你怎么争也争不到。所以福报是修来的，不是争来的。争不但对自己没好处，反而会伤害自己。了解这个道理，人的心就安了，就会安守本分，不会做非分之想，更不会为了发财而违法乱纪，铤而走险。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但是命运不是定数，而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一个人毫不行善，而是不断造恶，那么他的福报与好运很快就会消耗完，接着来的是无尽的灾难与厄运。反之，如果一个人努力断恶修善，那么他的命运就会越来越好，灾难与厄运会很快的度过，福报与好运会绵延长久啊。
明了这样的因果关系，人自然会重义轻利，因为他知道注重道义所修的是福报的因，将来自然会感召福报，增读是受苦的因，将来必定会感召苦果。中国古代有个安分不增的故事，传为佳话，后来变成六尺巷的戏剧，劝勉人落实礼让的美德。这个故事发生在清朝康熙年间，故事的主人公是当时在朝廷担任高官的张英，他一生为人处事以敬慎为怀。有一次张英的老家与邻居吴家为了住宅基地的问题发生争执，彼此不肯相让，地方官员也劝解不了，于是张家的总管写信派人送到京城向张英报告这桩事。张英回答给家人只是一首诗：一枝书来之围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于是张家人主动退让了三尺，吴家见了深受感动，也退让了三尺，于是两家之间留出一条六尺宽的巷道，这就是六尺巷的由来。张英之后，张氏家族世则靡，人才辈出，明清两代近二十世族中秀才以上功名者近千人，其中进士26人，举人89人，贡生各自建生700余人，呈现了父子宰相三世得势，六代翰林，光荣景象。凡此种种都与安分不增、厚德载物的正厚家风息息相关了。这个故事对于我们很重要的启示，正是我们本次会议的主题相应。选择恶性竞争、斗争、战争，人类有受不完的灾难。放弃恶性竞争、斗争、战争，人类有享不尽的福报。这完全符合宗教教育，与因果法则，值得大力宣导，普令世人觉醒，落实宗教教育的案例，以传统文化教育中心。2005年，我在自己家乡成立传统文化教育中心，向小镇的48000居民宣扬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圣贤教育。3个月的时间就成效卓著，家庭里婆媳纷争解决了，家庭和睦，邻里之间的纷争没有了，邻里和睦，社区大家不再丢垃圾了，社区整洁，商店不再有人偷窃，商店安宁，离婚率和犯罪率都大幅度的下降了，小镇祥和。有一个外人
外来的人将钱包遗失在出租车上，出租车司机拾金不昧，将钱包送到警察局失主得到钱包之后非常欢喜，取出一笔很大的一笔钱来酬谢司机，但是司机拒绝接受。司机说：“你不用给我钱，这是我应该做的。如果是从前，我会把钱包里的钱占为己有，不会还给你。但是，我自从学习了圣贤教育之后，知道做人的道理，不应取非凡之财，所以我把钱包还给你。不止我会这样做，我们小镇上每个出租车的司机都会这么做。从这里可以看到，接受过普世教育的人确实能够回归本善的良心，做到重义轻利，安分不争，这才是最吉祥的人生。二，道德讲堂，这里所谓的道德讲堂是指提供安稳的世俗环境，让人放下一切牵挂与干扰，七天的时间里专注于学习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圣贤教育，如此的密集学习效果非常显著。七天之内，我人改恶向善，暴力的人变得和善，贪婪的人戒除贪心，无力的人变得孝顺，婚姻面临破裂的人和好如初，许许多多的人的人生价值观产生了重大的正面转变，这充分显示人性本善，人是教得好，只是没有遇到正确的指导而已。宗教教育的重要性再度得到了肯定，幸福企业，企业落实四种普世教育，员工定期轮流学习，企业以员工的幸福与顾客的满意为目的，不以赚钱为目的，整个企业就是一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老板是大家长，员工都是家人，彼此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发挥一体的大爱。如此，虽然不强调盈利，结果企业的利润自然不断增长。虽然不强调解决问题，结果企业的许多问题自然消失于无形。新加坡宗教传奇，1999年我们在新加坡团结九大宗教，用的是佛教的四摄法，也就是四种公共关系法。第一个，布施，多送礼，多请客，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第二，爱语，讲真正对别人有帮助的话。第三，利益，做真正对别人有利益的事情。第四，同事，具有共同的理想，
从事共同的事业。九大宗教互相学习彼此的教义，互相参加彼此的大型活动，时常聚会交流，真正成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新加坡政府非常欢喜啊，特别加以表扬，这对新加坡的社会安定起到很好的作用。图文巴宗教团结，2002年，我在澳洲图文巴市成立澳洲净宗学院，开始做团结宗教、团结族群的工作。我们每周一六举办温馨晚宴，准备每位的素食餐饮，免费招待任何愿意前来聚餐的人。晚宴上还有女性节目表演，也有宗教教义的分享。在这个交流的平台上，大家互相认识，加深友谊。图文巴也举办青年学习营，参观各宗教的活动场所，宗教领袖定期聚会研讨，各宗教代表固定时间在广播电台播讲宗教教义。图文巴各宗教代表与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等地区宗教人士一起，从各自宗教圣典里萃选精华360小段，汇集成为宗教经典360，方便各宗教人士互相学习彼此的教义。图文巴由智智寺共同发起，希望将图文巴构建成全世界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从2013年到2016年，图文巴代表团连续4年在教科文组织汇报和谐的成果。今年3月，教科文组织9个国家大使代表访问图文巴，印象非常深刻，认为确实是落实了和谐的理念，做出了和谐的榜样。鉴于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博士曾说，历史的发展是先有宗教，然后科技，再从宗教中延伸出来的。科技从来未能替代宗教，并且我预计它永远不能替代宗教。由汤恩比博士这段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宗教教育是人类不可欠缺的。我从事宗教团结与宗教教育将近20年，经验告诉我，宗教教育确实能够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平。关键在于宗教之间必须时常交流往来，增进彼此之间的认识与情谊，才能真正达到效果。因此多年以来，我一直期望有人能够成立宗教大学，培养宗教教育，
集起的人才，让这些人才在一起学习，互相交流与观摩。现在英国威尔斯三一圣大卫大学准备设置和谐博士学位，请各宗教领袖推荐25位博士生，既深入学习自己宗教的教义，同时也聆听其他宗教的教义。几年之后，希望成立宗教学院，乃至进一步成立宗教大学。从这里培养出来的各个宗教传教士，将在网络电视台讲解宗教经典，让全世界人都能收听。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计划，希望有新一代的年轻人能将宗教教育理念发扬光大，进一步团结各宗教，造福全人类。这将是宗教教育对世界做出最杰出的贡献。最后，虔诚祝愿宗教教育普遍全球，带来社会安定，人民幸福，天下太平。祝愿在座的各位身心健康，六时吉祥，光寿无量。谢谢大家。